那么要改变主意，要 revoke。我们讲 revoke 就是 cancel 掉那个 view。它有几个方法。第一个，他直接做那个 declaration 啊，只不过现在很少人做这个东西的。declare 讲这个 view 是不 valid 的。第二个是他写一个新的 view， 他写了一个新的 view， 旧的就是 sell 了。最新的呢，他会 take over 旧的。我们讲 supersede， 然后 a new view 就 supersede old view。那么那个 new 的 view 它的 date 还有 date 的嘛，对吧？最新的那个呢，就是那个人最新的 view， 就是只有那个是有 power 的，旧的它就自动没有效。第三个就是你直接烧掉嘛，你直接剪掉嘛也是可以啊，找不到就是没有的。第四个方法是结婚咯，当一个人一结婚了过后 by marriage 哦，当一结婚了那个 view 就没有效果了。离婚有没有？离婚哦就不一样了嘛，离婚了那个遗嘱还是有了嘛。很多人以为离婚我的老婆就拿不到了，如果你在你的那个遗嘱那边写哦，我给我的老婆三间屋子，因为开始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很爱的嘛，爱到情不自禁啊，全部东西都可以给他的。要离婚了的时候哦，他就以为哦他拿不到。第五个呢就是做穆斯林了，如果你一下子你进了，你爱上了一个马来的女生，马来的男生，你要跑过去穆斯林了哦，你的 view 也是没有效的，因为他们比较土，他们有他们的 law， 比较土跟的 law 是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要讲传给我们下一代和我们的是不一样。所以这边这五个方法最多人用的呢是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最多人用的，做一个新的旧的就没有效了。